金花 Q 的话不用非得往下补。 金花 Q 为主的。你正常情况，进化 Q 不比进化 R 发也快多少？ 有这方面的一个提升，但是不会太多。 他也在往上刷的。 这晕到了。 直接卖我吗？我不信他能堆到这儿，还是刷上去吧，这个龙先不管。 我操！怎么在上？
这个是天赋里边的一个药，加攻击力的，11攻击力，也能加法强，看你是什么定位。 尊吧，三角形了，哼，笑死了。 下路都回家了，还跟着尊，尊我会抓，傻子才去抓。 什么属性还是什么意思？适应之力的意思是，它是你如果是 AD 就是给你加 AD， 你如果是 AP 法师就是给你加 AP， 数值是恒定的。 数值是看他前面的那个阿拉伯数字。 这人是会玩的。
加里奥。 他要不了，他们家上路也是裂。把钱没吃到。 哎，别死啊！我操！哟，走了，没办法了。 好人机呀！ 做完这个再做有吗？ 这个蛤蟆可以杀了，加里奥没闪。 对面其实可以点。 随便了，不进化都行。下周四。 他可能逼了。
真是有毒。 你越往后伤害越高，但是你这个东西它第二件就是伤害里边最高的，没有之一。 主要是进化大的话，你可以跟这种东西单 Q， 你进化 RW 的有些单挑不了，就需要移速去杀废品 ，RW 就只能杀废品。进化 Q 就不一样，进化 Q 就是可以找一些这种战士啊去单 Q。肉搏战肯定是这种塞维尔达肉搏战更强，你肉搏战你幽梦就没作用了。 提款的人变了，啥回来？ 为什么能看起来这么肉呢？3300的血，450、650、750，主要是为了带反线，只能带启迪器的另一个。
杀这个奥拉夫派2员大将去杀，感觉好浪费。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